长吼，啊，所有这个教育局的团队吼，县政府团队吼，大家感谢多谢。小弟就离开训练，出外去打拼，啊，就时时刻刻拢在思念咱故乡。因为这个故乡很淳朴，啊呐，真善良。实际他是真正人民的典范，他非常善良，善良可以成就他的未来，他的未来一片光荣。因为他的盛大举行，同时也要庆祝里约奥运冠军金牌，伦敦奥运历史金牌，好几年对吧？但是一摇万马山，到目前为止，台湾上未来，啊，当其时吼，咱伫办这个庆祝活动，啊，首先这围巾会要设不容易啊，无够重要，所以讲，啊，你风格有作大个，哦，啊，来个做一个发挥，来个破土地了。就是要感谢，观念感谢训练，感谢师，阿成师一项的鼓励，吼、哦、啊！咱这是咱训练的功劳，希望这个活动大家啊，尤其是明年二零，这员工咧庆祝啦，无简单，咱的团队付出真大的心力，才去庆祝的这个电话，这电话是。这是对咱个人是一个真大个，希望大家吼同心协力，不管咱地方也好，吼啊，不管也好，全国也好，号召欣赏我们人民的美，人民的善良，吼、哦，不能真善良啊，真艰苦，我们叫但是很淳朴，很淳朴，就是啊，来给咱鼓励。八卦是七二八，非常感谢大家通通出席。有举手。云林县政府、李总、云林同乡会一六、云林西罗、阿三四五一群英会记者会，今年的阿三四五一群英会，今年要大桥旁举办，这也是我第四年带有活动。身为云林。弘扬武德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将云林人的刻苦发扬光大。今日除了感谢我的家人、教练，再次感谢无限母校、奥会、国训中心、体育署努力。我也将用行动会多及社会公益活动，请大家一起为台湾。到我们西罗大桥见，谢谢，谢谢。九月十一，我们大桥见面。那最近，迄天吼，咱官府吼办一个大型的一个游街为你喝彩的一个活动。那咱的中华邮政也特别用书信做了一套的邮票啊，里面呢还有县长您，我们县府的整个团队的所做精彩的一个演出的时候，又。县长，你看县长，你卡在那个吉普车上面哦，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帅气。哎，对，应该好意。然后书记，您再拿给我们的县长纪念的一个，哎，好。那来，县长，我先帮您收下来。第二个呢，是书记在比赛过程里面呢，他的一个邮票呢，好。那还有我们这个中华邮政，我们的副总经理也利用我们那一天为。书记，您的背景的一个来，书记一起上台，然后用力回敬，来，书记一起上台，来，书记。
应该是你的。你看，一起，来，一起一下，来，好，对，那个是我特别送的，来，谢谢君，对，谢谢叔，哎，好，谢谢，然后，好，谢谢，那么我们现在要邀请我们副县长来，总会长来，刚才找请假，县长来请假，又为我们拍个，哎，我们来一个宣传照，来为我们的这个五一群运会哈，来老师苏静来共同来，来来来林六，来来金阳六，来我们的邱处长，还有我们的陈处长，来一起来，还有哎西来军府代表，还有我们的郭理事长，来我们一起，来五给五年会了哈，那来这里总会长，你也是技术指导者，来我们五给五年会，来五十人请嘞，来哎跳来再看嘞，嘿嘿，后来来到起手式的二了哈，那我们请。好，安尼就好一支啦，嘿，补给五年会，不好意思，我们补给五年会来讲请啦吼，好来，请，右手抱拳，左手哈合掌，定个五秒嘿，好，大家可以了嘿，来，2016补给五年会，请，二啦，二阿神来二，好，来第三次啦，2016赛雷吉卡阿神山不给姑娘会请要加速赛雷吉卡阿姨给大家做视频话吼来共同来参与那些不给姑娘会然后来想太重要的多管用感恩大家专攻的好朋友尤其是大家总统吼以每年2017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我们2017台湾灯会长官们说欢迎你哦嘿！2017台湾灯会在于你，欢迎！哎，非常好，我们来第二次哦。台湾灯会在于你，谢谢。副县长的，谢谢我们的董事长，林六，拍谁？对你干活的嘛，对你干活的嘛，谢谢。金阳六，干不干？全部代表，谢谢。那看来，咱有林六吼，阿哥麻烦大家吼，阿哥咱金阳六，阿哥咱嘞。蔡金威蔡秘书长、哦、我们台灯会的部分麻烦您的尤其是我们的县长、哎、接下来我们的活动还有灯会的部分都要请县长来了多多费心了好时间给我们媒体记者可以吧
正南国小团队的，是是是，哇，太好了，我都还没有跟他握过手，来我们验一下哈。共享这个盛会的光荣。